老公，今天你生日，你去买点海鲜，咱去我爸妈那儿过呗。啊，好。跟谁聊天呢？你干嘛？你说我干嘛？你自己干什么？自己心里没数吗？我做什么了？儿子的生日，母亲的受难日，我不能过去陪他，我给他转2000块钱怎么了？把钱要回来。什么？我们是夫妻，你花钱要经过我同意，我不允许你转这个钱。为什么？我平时跟你家花钱犹豫过吗？你们家装修我拿了10万，你爸住院我跑前跑后掏医药费，还有你弟弟每个月生活费都是我给的，我拿他们当家人，我受过一个不字吗？那能一样吗？你妈一个人住，一个月2000的退休金够够的，干嘛还要用我们的钱？你也知道他一个人呢、啊，我想回去陪他，你说去你家行，买海鲜大鱼大肉的，那我妈呢？一个人孤孤单单的，我还不能给她打点钱呢、啊、我管她孤不孤单，今天这个钱你必须给我要回来，要不然离婚。那就离吧，这样的日子不过也罢了。我的眼泪你的战利品，感情里双向的付出才有意义，觉得我做对的点个小红心。